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。曾经拥有，天荒地老。换太多就幻灭了，好听了。Hello， 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伯祥。要先来进行李伯祥的快问快答。全身上下最满意的部位是哪里？全身上下最满意的部位是脸。脸的哪一个位置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眉毛。鼻子。鼻子。嗯。OK， 鼻子，用鼻子拍出三连拍。第一连拍，一、二。等一下，鼻子有鼻子吗？分大分小哟。三，用五个字表示接到猴八天当下的心情。我好表现。好大。你好表现。我会好表现。好 ，OK， 我会好表现。用三个形容词形容梁以晨。可爱、性感、漂亮。人生中最奇怪的怪癖。我人生中有一个很奇怪的怪癖，就是我有点期待，我等一下没有怪，我直接擦掉这一段。我有一个怪癖，就是我喜欢把所有的一样的颜色都分类。哦，都会放在一起。对，就是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版面这样。你好酷哦！你知道我这怪癖，我很喜欢传染给别人，就是人家看到我说你的手机怎么会这样，我就跟他讲说厉害吧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十秒内介绍自己在猴八天中饰演的角色。在戏里面是房东，然后我有一个魔咒叫八天的魔咒，如果是什么样的魔咒你就敬请期待。然后另外的是我好像看起来很霸气，但其实你就准时收看猴八天就知道了。去 KTV 最常点的一首歌，唯一会点的就好像是心不了情吧。心不了情。对，我只会唱心不了情。哇，那你可以现场来唱。你知道我就唱到心不了情，唱到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啊，他只会唱心不了情啊，所以他只会点心不了情。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。曾经拥有，天荒地老。唱太多就幻灭了，好听了。蛮好听的。因为我只会唱这首啊。说出一个演艺圈理想型。这题很难吗？你刚刚想过吗？梁以晨啊，梁以晨哦，懂做人啊，懂做人，对不对？刚老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跟他合作过了，对，就他心目中的理想就是以晨。你看又会又长得漂亮，又性感，又聪明，又会理财，哪里找？初恋、同居八天、结婚，以下三个人会怎么选择？初恋啊，佩奇姐。佩奇姐好。同居八天啊。梁以晨，梁以晨，结婚呢？邱子晴。初恋佩奇姐感觉就很火辣，然后感觉就是很犀利。跟她初恋的话，应该会有很多的惊喜。同居八天为什么会选梁以晨？是因为觉得其实对以晨是一个比较陌生的，就是我们不常联络，但是以前有合作过。你刚刚不是说你跟她还蛮熟的吗？结婚呢？因为跟邱子晴合作了两年半。所以他的喜怒哀乐我都知道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跟他结婚，这个我可以看比较久。那我们今天来进行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噔噔噔噔，我自己可以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请给镜头看一下。噔噔噔，我们一起看，我们一起看。讨厌。第一排，你会想选哪一个眼睛？第二个。第二个眼睛。好，我先说这边都是合作过的艺人或是。线上的艺人，好，好，那对对，第一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眼睛比较媚一点，这个眼睛比较无杀伤力，比较无辜一点，那这个就很什么呢？很美，很漂亮，但是就是不是我的理想型。差点掉下去，我真的。如果以我判断啊，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第三个。第三个。我觉得这第三个人的嘴巴比较有，就是饱满、丰满的感觉。对，不是说听起来啊，我是说看起来
就是上情下意嘛，对，又重情又重义的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啦。然后第二个就嘴巴就，可能这个照片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看不太清楚。那第三个呢也不错，但她戴了一个耳环。哎，有发现？对，戴了一个耳环，所以我选一个最简单干净的一个封唇。先请你撕开我们题目那边的纸巾，叫你撕开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有备而来啊，这一题根本不是什么理想型大考验，看一下是男女主角配对默契大考验。三，可以撕一下。二，一。佩奇姐，佩奇姐是第一个答案哦。你刚刚有觉得这个眼神很像？没有，完全不知道是佩奇姐，完全没有想到。其实配对默契，所以你刚刚选二号。当然，你看他的眼睛很有特色，所以一看就知道。中间打开，看我喜欢的是谁。哎，啊，我没有想到是他哎。陈金轩。天哪，我没有想到是他。嘴巴的部分，惊奇啊，惊奇。哦，所以可以直接撕开。中间后，蔡依林。那现在撕一下中间的。中间，等一下，中间的你觉得他的嘴巴如何？是就是樱桃小嘴啊，我觉得。然后还 OK 吗？嗯 ，OK，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。好，那你撕一下中间的。这个这是谁啊？天哪，我好紧张，等一下试试看。啊，原来是梁。最旁边的，好来。啊，邱子欣。嗯，这个果然是有验证过的哦。喂，所以你选子欣跟陈敬轩。啊，好，我先给你一个机会，跟对着镜头跟以晨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嗯，其实呢，以晨啊，就不好意思啊，就，哎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对不起。《现实同居猴八天》里面，我是饰演的猴八天，我是个房东。那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个蛮有趣的、蛮特别的一部戏，那请敬请期待哦，谢谢。